道频道，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，然后喜欢看跳舞可以预约一下五星五球嗨翻天的预约，然后大家可以不喜欢呀、不要嘛，然后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，然后可以有新的小哥帮我点点心好吗？好啦，然后给大家跳第一支舞。哎呀，我每天都醒不了，起不来床呀，困呐。开始。喂。喂。
那个，我就不拿话筒了，兄弟们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三，看舞蹈就在九三，去往极致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笨当家主播五喵。我怕我一拿一会儿话筒坏了不能说话了，然后大家记得点关注，手机用户点左上角，电脑用户点右下角，然后记得点心好吗？然后我接下来给大家跳第二支舞，短头发在呢。
可以别跳，不要啊，来混口饭吃，不要这样啊，小哥哥。欢迎大家来到993，看舞蹈就来993，以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本档健康主播五喵，今天没有短发，只有长发了。聊会儿天啊，不要了吧？会不会被我被拉黑呀、啊？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好吗？喜欢喜欢就好。就这古典舞好像不怎么畅销是吧？然后大家记得点关注啊，手机用户点一下视频左上方黄色关注，电脑用户点一下视频右下方直播时通知我。然后有新的小哥哥点点心，最近老是睡不醒，然后呢老是睡得眼睛肿，会不会病？畅销有牌面，飘哥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世界上最好啊最可爱的人，真的。点心吧，感谢熊猫哥点心 ，Thank you， 真的，这个飘飘哥说的非常非常棒，他说畅销有牌面，看见没有？感谢风飘飘哥 ，Thank you， 风飘飘雨潇潇，感谢潇洒哥 ，Thank you， 你知道吗？闪哥，你说了一句说那个，你说啥？笑什么笑？我当时心里特别难过。我在学舞蹈的时候，我们老师说跳跳这个开心的音乐必须得笑，然后后面你又说了一句，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心里得劲儿了。你还是真爱。苏白哥，你别这样。将现实